和问题水彩画巡回展是由救国团高雄市团委会主办的，展出的作品有100多幅，都是何文举近年来精心的杰作。何文举水彩画的特点是能够很忠实的把大自然的美景透过他灵性的笔触很完美的表现在画纸上，丝毫不会被浅薄的流行所迷惑。这项画展将到4号结束。